可解析地图呗。全军出击！对不起，我是女人，我打不过这禁服。 对不起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怎么的呢？禁服，怎么的呢？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疼！我给你一个 Q。 还是个重印禁服，最后这一下平A没出来，挺伤的。哎，不过他是那啥呀？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，这也打不过呀。他如果一直 A 兵的话，他是个传送啊，不行，打不过。 哎，我们可以小勾引他一手啊，勾引他闪现E我们，然后我们直接E走，勾引成功。我决定这波用我的超。 没让我操作，他这个右勾拳出手有点快，闪现了没啥用。这婉侯这个左右勾拳啊，真是赖。 太赖了，他这躲不了，用闪现。只要他右拳出手必死，而且出手的特别快。你点什么信号啊？那婉侯传送过去，你又不是没看见，那怎么整？没关系，瑞文前期确实是比较弱，这很正常。 怎么的？折一只舞。好眼啊，蓝莲汉。希望 Q，W，A 一走，二段 Q， 三段 Q 走呗。A 接踩。 接 Q 接 A 接 Q 接 A 接 Q 一走，我打了，我说停停，别，踩住，走呗，一点盐 Q 一下 A Q 再 A 一个 Q， 我操，还好，啊还好，不讲道理呀、啊、这英雄啊。 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赶紧回上路收兵。谢谢努力的老白。 控一波线啊！我们跟着婉侯打，只能慢慢耗，只能耗他。踩住一走，嗯，我连 A 我都不敢。
二段 Q A 一下，三段 Q， 走位 ，A 踩 ，A E。A Q， 二段 Q A 一下，三段 Q， 踩住，这差一零点一秒有一技能，就差零点一秒，就那么零点一秒，哎呀，真是有点烦。我已经流浪如此之久。这英雄真恶心，不是这英雄恶心，是我们的瑞文呐，确实还是有点弱。后厨的英雄都挺猛的，不过这波我有大，他没有大，他不讲还了。踩住 A 一走 ，Q 一段 ，Q 两段 ，Q 三段。我直接一套秒他，还是能秒的。不过他有闪现。他这波大肯定是没好啊。我们如果想杀他也比较容易，就是直接让他到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把他杀了。啊，直接扛兵，踩住 A 一走，开 R 一段 Q A 二段 Q A 三段 Q 致命点炎接平 A 踩住 A 接一个甩，皇子来送银头，先假装打不过 A Q A Q 再 A Q A E 不是 A E A W 闪现 A E 再 A 一刀，这波。就早点交闪好了，我想一技能应该能贴他的身，但我又感觉距离不够。我早点闪现卡那一刀，他都死了。我想直接一死他。有瑕疵，这不是有瑕疵，这是想省技能了。结果我们啥也没省掉，哎，没关系。来了，哈子。二段 Q。三段 Q 踩住 A 一刀，一上来 AQAQ 和谐战斧，三段 Q 走了，把打了，我说停停，能打继续打来，来 Q 一段 Q 二段一走，三段 Q 踩住平 A 杀皇子来 A 和谐战斧，我跟你玩啊，真是难受死了。你的抠呢？抠啥呢？刚才呀，抠呢？不行，咱就不说你直接把他踹飞了，你踹飞，你说你抠他呀？这能没打住啊？我该怎样继续？简直了！我的塔皮呀，我日你哥呀，操了三层塔皮，你今天不跟我干干的，你搁那瞅啥呢？啊，你搁那瞅啥呢？你倒是来呀，
这不把他杀了，还想传送走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这让你跑了，我还晚不晚了，小伙子？我说实话啊，就这个光速 QA 啊，踩住我一走，王者来了，没有攻速真难放，这攻速太慢了，这来，我直接50%减 CD， 60%。现在我冷却缩减直接37%。九头蛇一出70%80%，黑切90%100%，我能将近100多技能结束。我 Q 一下，踩住 A 一走 ，A 开大招点燃 AQ 一 A 踩住 Q 一下 A 接甩，可血战斧我都没用，小伙子，我的减 CD 怎么样？快不快减 CD？这瑞文就是打断别人技能比较烦，好像我们有点无敌了啊！我就没明白这个小套怎么如此之放肆啊！这是什么炮啊？这是山炮啊！你不会要追我吧，兄弟？踩住二段 Q， 隔血战斧三段 Q A E。打个红 buff。踩住 AQ 甩。锤石好像来了，这都没用啊！我咳血战斧踩住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三段扣，踩住一走闪现，一段扣，踩住 A E， 二段扣，三段扣，咳血战斧。我可能回血啊，兄弟！来人啊！有没有人？我能把他俩都杀了，你们信不信？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
你们可能不信。几个人？三个人，这三个人全得死。二段 Q 开大招，三段 Q 点岩踩住 A 接甩 ，A E A 可血战斧 Q 一下 ，Q 二段 ，Q 三段 ，A 一下踩平 A 锤死，哎呀，一没出来，靠！给我下当了，确实感觉有点儿早了哈。哎我操，一枪就死了。天出收集者呀，确实有点大快了，我多打几个人好了，我寻直接把那晚豪秒了，他盾都开不出来，我直接把他秒了。先把这锤石给我杀了！哎呀，看见我的大刀了没有？啊，我的大刀，打个蓝 buff。这把我们得复议，一技能点的级越高，冷却越短啊。Q A 再 Q 三段 Q 可血战斧，一走踩住一段 Q 二段 Q 三段 Q A 一下 E 过来 A 踩住平 A 可血战斧，哈着。先杀 ADC 和谐战斧 ，AQ 二段 Q 三段 Q A 踩住平 A E 平 A 接亮牌，有点无敌了，蛤蟆上当了，蛤蟆死了我能都杀他，我死了他能都杀吗？他不能。所以哈子的死是值得的。我已经流浪了如此之久。死亡之舞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把红打了，人呢？卡萨个下路呢？捡西地好快哦，四秒一个亿，一个亿就四百的盾。玩瑞文，我跟你们说，以前我跟他们学到一点，这个英雄一个字儿，师傅啊。就是刷，只要你看见东西那你就刷，这家伙踩住，哎呀
怕杀飞音了。这波的人有点多呀，没踩住那卡莎，没踩住他。还是有点脆呀。哎呀，这尿尿尿的，一个尿都没尿着。咳血撑到大杀完，我刚没咳血吗？操作失误啊！没有死亡之舞的我们，确实还是差点意思。我在，兄弟不要害怕，有我在，没意外。没打断居然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一打爆鸟甩咳血战斧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A 一走，三段 Q 踩住 A， 一咳血战斧 EA Q， A Q 死了，死的这么快，咳血战斧确实给我续命了，但是死的还是有点快了。我觉得你能打得死的板豪，没技能吗？哎，对嘛。要输，输是不可能的，兄弟，输肯定是不可能的。就是刚才没有死亡之舞，有死亡之舞有减伤好很多啊，还是脆了。我到了。先把这皇子给我杀了，我进不去呀、啊！这杀小胖飘呢，给你也可以，我其实没啥用。我们现在减息地125%，也就是技能缩短56%。你以前瑞文多了10%多。你这个锤石在干什么？踩住，科学战斧甩一过来扣一下，踩住，他们都得死，就是我也死，还是脆呀、啊！哎呀，还是脆呀、啊！这我可能需要一个春哥，四个人都能把我秒了，其实这是不应该。蟹手啊，蟹手不加减息地。蟹手啊，蟹手，来个蟹手。
你自己的路。谢谢柠檬宝宝的贴。马上我们能60%的捡尸地。线 A E， 哇 Q 过来 ，E 过来 ，Q Q 踩住 A 三段 Q，E 过来踩住可选战斧 Q 一下 Q 二段，这一技能 CD 还是有点短，不是还是有点短，还是有点长，应该两秒一个 E。没吸收着啥伤害呀、啊。两秒一个亿是比较正常的，我觉得。有没有什么20%捡吸地的装备？我给他捡到两秒。看看啊，冷却缩减。这个是30%，我来个星界驱驰，要不真的我这要是两秒一个亿，我直接起飞。西兰刀，塞瑞尔达怨恨，涡力眩晕，来个涡力眩晕。他们怎么一秒就死了呢？有这么脆吗？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呦，我人一秒就没了，干嘛呀？一秒就一秒，我都人都没多待一秒钟，就一秒。简直了。看来这握力训练出不得呀。这个伤害好高啊，你们都救一下这哲拉斯。没有暴击出啥眩晕，为了捡吸地，我们得先让这蛤蟆往上冲。这黄人可挺骚啊！我给你个大招，没事，我大就24秒，比你们上厕所时间都短。人有点多呀，这。哎呦，这都能给换了！
可以干。野扣我甩三段扣科学战斧，漂亮蛇给我杀蛇。快快快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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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小炮，剩个蛤子，蛤子给我杀。蛤子这么点血你应该不能打不过吧，蛤子他把 W 都给用了。Nice， 我的训印不要了，我出个蓝盾，太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真是太脆了，脆得我头皮发麻。有个兄弟说，我老吃那锤石那抠，这很正常。一共我们家就两个近战，另外一个近战还死家里了。你说我不吃，难道要哪个我们家的 C 吃吗？只有我吃了，我不吃，别人吃了，更完蛋。这就是我身为上单的一个责任所在。嗯，责任。你看那蛤子又死了。责任所在了，这就是你给我死那个老锤石，你个老卡莎，踩住可不是可一一闪现踩 AQ AQ 再 Q 可血战斧 A 过来金杯踩住死拿下一波，游戏结束。哎呦我操，果然出了蓝盾就是有点厉害，有点用。锤石是挺欢迎的，回家不打了，下波推上，没事。哇，这碗猴也脆呀，这碗猴。这碗猴也相当脆了，这小炮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我能走。踩住可血战斧，减速蓝盾一抠抠抠，哎呀，抠歪了，抠都能抠歪了，踩住。不行啊，咱抡一稳呐，玩的不太行，好久。